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坐下来吃饭啦！哎，冷冷啊，啊你唔是哦要去上课吗？还有芬芬啊，你吃饱哦，赶紧去补习啦！金家母，你的咖啡，我知道哦，你最喜欢哦喝那个黑咖啡啦，你尝尝看嘛，我煮的咖啡哦好喝不好喝啊？快喝啊！我会下毒吗？不会的啦，哈，喝喝。哎，今天这老太婆是怎么了？甩性了？怎么煮咖啡给我喝？妈，你煮的咖啡好香啊！嗯，可以去开餐厅了。嗯，什么开餐厅？我们哦要开花店。这里哦有30罐啦，莹莹啊，这是阿妈哦。特别给你开店做资本的啦，是啊，妈。妈，那你现在也赞成莹莹创业啊？啊，干啦，我一票反对哦，嘛无效啦。啊，我这个人哦，一向哦都是很民主的啦，只要哦经过大家投票哦表决呀，啊，我哦一定啊会遵守。耶！我们赢！谢谢！耶耶耶耶耶！你的亲家母，来，不足的算我一份儿。来，我们合作愉快，干杯！干杯！干了！我先干为敬。好。是你儿子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跟浩中走得比较近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比如说，他还有什么家人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我有看过他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人长得蛮清秀，蛮漂亮的。是不是？就是他哎，浩中手上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，老于叔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这浩中真的是老驴的儿子？有可能吗？想不到平常那个嘻嘻哈哈，好像完全没有烦恼的老驴，居然会有这么多秘密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妈，那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觉得我现在应不应该马上带着浩中去找老驴叔叔，然后跟他讲，老驴叔叔就是他的爸爸？那不行，千万不可以。这事呢，得要谨慎处理。帮不上老驴的忙事小，这万一弄巧成拙，让他们两个父子成仇，我们可就成罪人了。有了，妈，是浩中哥来了。哦，浩中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我炒个菜马上就好了啊，妹妹，快去请阿妈跟姥姥出来吃饭了。啊，朱妈妈，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也不知道送什么好，所以就带了红酒送给你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你朱伯伯最爱喝红酒啊？盈盈粉粉呢？去把爸爸请出来，要吃饭哦。祝爸爸生日快乐！来，我们大家干杯！来。哎，你还没干呢，不准放下。我们家永刚就常说啊，这喝酒啊要有气魄，气呢就是精神饱满，勇气十足。魄呢就是决心毅力，豪迈奔放。气魄就是输人不输地。永刚啊，你看见了你呀、啊，你三个女孩子哦，这么懂事啦、啊，又对你哦这么孝顺啦、啊，哎，可惜哦，你已经看不到了。这真是古人说的啊，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浩中，下一句怎么说？子欲养而亲不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亲不在，亲不在。这句话对我们三姐妹来说是非常深刻的。虽然我们大家每一年都会聚在这边帮我们的爸爸过生日，可是我们的爸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是啊，浩中，你看，你父母健在。比起英英他们来，你真是太幸福了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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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。对啦，你现在哦，父母还在哦，是最幸福的呢。你知不知道？你那个是什么表情啊？你有话就说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我来说。哎，这个事情，浩中。要是现在你的亲生父亲站在你面前，你是认还是不认？哎呀，要求啊，啊，家己的亲生老朋友他不认哦，而且有雷公恭喜呢。哎呦，你们哦不要再绕圈子了啦，快叫他那个老爹哦出来啦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浩中，这张照片老驴叔叔放在他身上已经放了20几年了。他说：“里面这个女人是他的老婆，还有这个小孩是他的儿子。”老驴，浩中，站在你面前的。就是你的亲生爸爸，躲开呀！你赶快哦，开口叫他爸爸啦！就够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这个人没有资格当我的爸爸。什么都不想听，这算哪一国的笑话？很好笑吗？我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你，你们这样来设计我，耍我。我们没有要耍你的意思，好不好？
我知道现在要你接受这个事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可是你刚刚你也看到了，老李叔叔有多么思念他的儿子啊！思念，那是他的演戏。演戏？他为什么要演戏啊？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他儿子啊！如果他像他说的这么有情有义的话，我们母子俩还会过得这么痛苦吗？老李叔叔他跟我说，他一直都在找你们母子。是啊，台湾就这么丁点大，要找早就找到了。浩中，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冷静一点，然后打个电话问一下伯母，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必了，我妈她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不希望有人打扰她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啊。你是他爸爸，他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也躲不掉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你放心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帮你们两个打开这个僵局的。别难过了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大男人的，来来来，把眼泪给擦干净，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了。搬家，搬家，才刚搬，要搬去哪里啊？你不搬就算了，等到我找到房子啊，我就要搬出去。那押金怎么办？你怎么开口跟房东要？不还就算了。浩中，妈妈家的地址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你一定要帮这个忙啊！你看老驴，他已经急得快要抓狂了。李叔真的是浩中的爸爸？哎呦，我骗你干嘛嘛？你看他那张脸，完全跟浩中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就把地址写下来嘛，其他的交给我去办啊。嗯，不，这个朱妈妈，我跟浩中是死党，万一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，他会把我宰了。你不说不就行了吗？写下来，写下来嘛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的。你不行，他不会宰我，我宰你。谢。哎，你要到哪儿啊？算了，还是不要去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开什么玩笑啊！都已经到这儿了，丑媳妇总要见公婆。她是你老婆，你还什么臊嘛？走，回来。有事啊？嗯，不，没事。干嘛？哎，带我们去找房子。我。好，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好。朱妈妈跟老刘叔去找你妈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你告诉他们我妈在哪里的，是不是？浩子，快点去追浩子啊！快点！看不出来，你怎么还在奇怪？36号。等什么进去啊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想喘口气，心脏跳得好快，我快喘不过气来。
老于，你千万要冷静啊！你判了这20年，不就是判这一刻吗？你看门没关呢，进去，进去吧，走吧。终于找到你，谢谢。你们肚子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们下碗面去。不用，真的。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四处看一看。长哥，我寄了很多的信给你们，你们有没有收到？哎，收到了。收到那为什么不回信？我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意外呢。对，您的脚怎么了？发生了一次车祸，不碍事。那文娟还好吗？俊范聊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们那么久没见面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坐啊，别都光站着。你是俊发的太太？他太太？不，我不是。我是老于的好朋友、好邻居。卢太太，来，交给我，让我来啊。哦不，交给我，我已经不是卢太太了。18年前，
我收到法院寄来跟俊发的离婚判决书以后，我就跟时昌结婚了。你们结婚了？是啊，我们早就公证结婚了。做梦是什么？我在做梦。对不起，尚哥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听错？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文娟在跟我开玩笑，她一定恨我把她母子忘了，所以说这种话来气我。尚哥，文娟最听你的话。你给我跟他解释，我没有把他母子忘了。我一出来之后，我一直在找他们，我一直在找他们。那个戴雨晴的报纸，你看，寻找爱情，文娟和小宝，真的，你看，你看清楚。管事长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哑巴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回答我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是不是答应我，你一定好好的照顾我？还有照顾小宝，一定会等我出来的。你是不是这么说过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管先生。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文娟，你让俊宝骂个痛快，是我不仁不义，是我对不起他。这不关你的事。真正要说对不起的人，一定是我。这些年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母子俩不会活到今天。是我们拖累了你，是我们拖累了你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一个是我最亲爱、最照顾我的大哥，一个是我最心爱的女人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为什么呢？金发。你听我解释。不要说，让我来说。事情就像你现在看到的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不甘心，你可以尽管骂我、怨我。我只希望你骂完、怨完以后赶快离开这，还给我们一个平静的生活。时常的身体不好。经不起任何打击了。有没有为我着想过？有没有？你听不懂我妈说的话吗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凭什么来这里对我妈大吼大叫的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请你看清楚，她是管太太，我叫管浩中，不是罗浩中。他姓管，他不姓卢，我不走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可是你是他亲爸爸，这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啊！你难道真的甘心就这样一走了之，把一个这么有出息的好儿子拱手让给别人？那又怎么样？你没有看到，浩中看到我的眼神，就像仇人一样，就像仇人一样。老驴啊，这其实浩中他现在不肯认你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帮你们父子两个打开这个心结的。现在我们先回去再说吧。
葛妈妈你好，我叫朱茵茵，是浩中的朋友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坐，浩中，给客人倒杯水，我去做饭去啊。参谋，参谋，哎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好，不要叫救护车，我要去医院。参谋，你身体这样子，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。好，休息，来，扶他我上床。好，来，哎，浩东，去陪朱小姐外面坐一会儿啊，去。浩东，拐过恶病，好像病得不轻呢。是肝病，而且已经拖了很久。医生要他早点开刀，他就是不肯。这样子嘛，浩中哥好可怜哦。哎呦，哎哎哎，死了啦，死了啦！哎呀呀，谢谢谢。妈，拜托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这个时候就尽量少提那个字嘛。哪个字啦？阿妈，就那个死字嘛。人家浩中哥的养父啊，就快死掉了，还不是你把他点动？那你要叫我怎么办嘛？哦。跟你们一样哦，丢了西洋民哦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啦，那老李哦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啦。说的也对哦。妈，浩中跟他的妈妈不可能会接受老李叔叔的帮助的。这说的也是。哎，看到了他妈妈，我才知道浩中啊究竟像谁。像谁？反正不像你们老李叔叔。就说啊，我觉得我现在想不通哎。老李叔叔跟浩中哥哥怎么会是父子呢？一个还胆小如鼠，一个又男子气概。总之他们两个一点都不搭嘎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们又帅又高，很像父子哦。你呀、啊，你白吧你！你干嘛？你讨厌的，你每次这样子。怎样？妈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啦？就是你借给我的那300,000呢、啊？我想要把它先借给浩中，反正我的花店店面又没有找到，等他们以后有钱再还给我们啊！哈，我凭什么要借给他啦？阿妈，你不是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？哎呦，你说的哦，比唱的好听呢。哎，300,000哦，不是小数目呢。除非哦。那个乐开哦，跟你求婚，我就同意哦，借给他啦。阿妈，你怎么又说到那上面去？那就免谈啦，无名无分啦。啊，一个查囡仔人哦，提钱去借那个查甫的啦，然后厝边隔壁人知影哦，是会笑讲哦，你哦在说缘投呢。我哦才无伫咧戆呢。阿妈，阿妈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阿妈的脾气，她不会答应的。再说啊，浩中自尊心这么强，我看他不会要你的钱。姐，你也可以跟那个浩中哥求婚啊，只要他点头啊，阿妈就会把钱借给你啦。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，没有脸，没有脏你，家婆，家婆。气出在我头上啊！对不起。文泉，文泉，光听你的呼吸声音，我就知道你还醒着的。文泉。帮我做件事好不好？去把俊芳找来，我
我有话要跟他说。你要跟他说什么？这你别管，你去把俊发找来就是了。时常，我们这么做并没有错，我也不后悔嫁给你，你没有必要跟他解释什么。这你不会明白的，有些事我一定要当面跟他解释清楚，否则我死都不会瞑目的。答应我，帮我去跑一趟，就算是我求你好不好？什么地方怪怪的呢？怎么地方有很多地方怪怪的？你一点都不关心老板啦，这样就没开除了。请问卢俊发先生在吗？找我有事。出去谈吧。谢谢光临。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我没看过呢。老板要走桃花运了。哎，桃花运？那猪妈妈怎么办？啊，有的三子啊，老板真厉害哦。老板真厉害，好厉害啊！哪里厉害啊？我也曾经想过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骂我是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。没有，这我真的没有埋怨你。反而在牢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，像你一个女人，又要抚养孩子，又要努力工作赚钱，你这种苦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在你被关进去前几年。世昌很照顾我们母子俩，他常常送一些吃的、穿的，还有孩子的玩具到家里来。根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有一年，我在工厂里发生了意外，摔断了右手，在家休息了两个月。两个月里，完全没有收入。世昌知道了以后，二话不说，扛起了所有的责任。没多久过年了，他就带着我跟浩中两个人去看电影。过马路的时候，浩中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冲向马路中央去。那时候巷子又冲出一辆车子来，我吓得脚站在那里动也动不了。后来呢？后来，世昌冲过去，把浩中往旁边一推，结果他自己闪避不及。所以，当世昌在医院里醒来，发现他自己瘸了一条腿。拼了命的把我母子赶走。
求他不要成为我们母子的负担，他要我们离他离得远远的，他不要我们看到他残废的样子。所以你不忍心的就嫁给了他。俊发，这么多年来世昌没有忘记他对你的承诺，所以他一直自怨自艾，活在痛苦矛盾中。你的寻人启事我不是没有看到，我没有那个勇气，我没有脸见你。没有错，你们谁都没错，错的应该是我。对了，今天找我什么事啊？时常想见你一面。慢慢聊，我先上班去了。这些年来为了我的病，文君跟浩中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他们哭，我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你明白吗？把他们带走，我求求你不要让他们再跟着我受苦了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。站在这个，走，进去坐，进去坐。我这走了。哎呀，耗子，哎，耗子，老林叔来啊，耗子，耗子，浩中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
糟糕。你店里那两个日本工读生说的。要不要吃橘子？吃一个吧，很甜的。你老婆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啊。她一直都那么漂亮。她来找你干嘛？不是她来找我，是昌哥要她来的。嗯，你是说浩中那个义父啊？我听人说啊，那天我们走了以后，他就昏倒了。我看他气色很差，哎，身体好像不好。哎，喂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想把我那房子还有超商给卖了。你要卖了？昌哥的病好像很严重，还需要一大笔的医疗费。趁我那房子还值点钱，卖了之后，有个文君跟他过下半辈子。那你以后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没关系的。回乡下种点菜呀，养几只鸡啊，生活随便过就好了。只想到昌哥讲为了浩中而残废，我觉得自己好窝囊，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啊。我现在情绪不是很稳定，特别帮我播。酸呢！啊！妈说啊，老李叔叔要把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顶出去。哎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会不关你的事呢？啊，好了，就算不关你的事好了。老李叔叔这样做，他也是为了要帮管波波筹他的手术费，还有他生活费啊。关他什么事啊？是商博的事情我会负责，可不可以请你转告他？叫他不要这么鸡婆。他是你爸爸耶。够了。我不想再提起这个事情。我累了，我要去休息。哎，浩中，浩中，浩中！奇妙，你神经病要干嘛？姨，你在骂谁呀？哎，不是那个管浩中，我真的快被他气死了。我每次只要一提到老李叔叔，他就跟个疯子一样乱骂人呢。既然知道，你就别再刺激他喽。可是我是替老李叔叔抱不平啊。好了，妍妍，你不是浩中，你怎么能体会他20年来没有爸爸的心情呢？给他时间，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浩中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，我跟浩中比起来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妈，爱你哦。我知道。